为了让大众更加的认识花莲文创产业园区历史的脉络和周边社区的兴衰，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花创艺文橱窗每个星期六都会带来花莲文创园区的散策导览活动，邀请讲师领路，从旧酒厂的建筑故事到周边社区的人文生活，带领民众品尝怀旧建筑的过往回忆，一个人也能够成行。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来一趟时空之旅。花莲文创园区在民国77年结束旧酒厂业务，随着酒厂迁移，也象征旧花莲酒厂自1913年以来60余年的制酒历史在市中心落幕。从园区的历史脉络到周边巷弄的兴衰，存在着不少花莲人的共同回忆。松尾神社、九曲实验室、西本院士、道和神社、红毛溪、道柱桥、昭和桥、福柱桥等浓浓的日本味，都曾经在这个园区驻足停留过。我们会从第8号洞呢开始。会往我们的仓库，走完呢可能会到我们的以前的酒精仓库，就是后来的餐厅，然后走到我们的行政大楼，然后呢会绕到我们的员工的宿舍，然后呢从后面呢可能会看到我们的包括我们早期的发酵室啦、包装工厂啦，我们可能会等一下还会走到防空洞啦，还有。就是原来呢，我们用所谓的锅轮，在加热的地方呢，它的一个副产品呢，就是所谓的热水，就提供了一个免费呢，可以洗澡的地方，那也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小时候呢，都会拿着脸盆呢，进来做免费的那么热水的一个灌洗的地方。我们现在以园区散策导览的方式。透过在地文史工作者的老师来介绍花莲酒厂这个，包括历史的建筑，包括过去在花莲正中央这个中心的一个角色，然后与周边街道的关系。那园区的建筑，包括早期有一些神社、有发酵室、有员工澡堂，其实都是一些老花莲人共同的一些回忆。那再由散策导览。由园区出发，走到周边的巷弄，走到沟仔尾，到城隍庙，了解过去花莲与园区之间的关系，那也让不管是游客或者是在地民众了解更多属于在地人的一些历史与文化。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办理的花创艺文橱窗，透过每周六办理散策导览。邀请地方文史工作者带领民众穿梭这个城市的往日时光，回味空气中曾经飘散的酿酒香，勾在尾巷弄大火吆喝的热闹氛围。有兴趣的民众可搜寻脸书粉丝页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透过讲师领路，在一个小时半的时光里品尝怀旧建筑所留下的过往回忆。记者蒋邦彦花莲市报道。